啊，各位同学，啊，老师啊，好，待会要讲解课啦。阴阳里面 HA 啊的前半段，那阴阳是 HA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老师再复习一下啊。HA 指就是啊，我伺服器端啊，在给客户免的时候哦，让客户啊觉得啊，他永远不会断线。实际上啊，它指的就是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，我在伺服器端这边啊，架了两台 server。一台叫 HA1， 一台叫 HA2。那客户端平常在连的时候啊，都连这一台。这一台啊，它挂掉的时候啊，伺服器啊自动会把主控权啊丢给第二台，然后客户端啊它连的时候就变成第二台。那我要达到这个要求啊，必须要有两种啊，一定要做的动作。一个动作就是什么？我客户端平常上传网页啊，上传照片啊，或跟别人聊天的资料啊，平常都是放在这一台 ，OK 啊，因为各个点就点这边。当他挂掉的时候，切到这一台，可是挂都挂了啊，资料哦本来在这个地方，当他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那使用在脸的时候，那资料不就都连不到了吗？因为啊，资料本来放在这个地方嘛，所以他平常要做一个动作，只要使用的端哦有任何资料传到 server 上面，平常它就要自动变更过来。那这个叫做 DRBD 啊 ，DRBD 啊做的动作就是平常使用的端上传东西啊，它自动传到备份机就对了。OK， 那备份机的角度上面哈有 primary 跟 secondary。OK， 啊 primary 指的就是什么使用，指的就是哪使用的平常上传的那一套，那再来 secondary 就是对的。那现在为什么还是 secondary 呢？因为啊，我还得做一个动作，让第一台电脑第一台 server 提升成 primary。 那现在怎么做呢？目前看到这个视窗是第一台跟第二台，上面有写的 Apache 1.1 啊，这边有写的 Apache 1.2。 那这一台也是 Apache 1.1 的画面。 Apache 1.1 这边呢，我可以用一个指令强制启动它，让它变成 primary，也就是变成最主要让客户点的那一台。当我启动它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把这个服务，就是 Apache 服务，它平常在上传网页那个资料夹，自动会变到那边哦。好，我先来做这个动作。现在啊，在准备要在第一台做把自己提升为 primary。OK， 当它提升为 primary 之后，刚才你看这个 role 它的角色是。Secondary 对不对？现在已经变成 primary secondary。那第二台呢？第二台它自己呀、一样保留是 secondary。那对方它变成 primary， 而且它资料就开始备份了。OK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阴阳 HA 里面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。平常 primary server 呢就要自动备份，所以系统的资源资料夹，好变到第二台去。然后待会老师还会再讲一个第二个。动作就是啊，他去监控，互相监控对方的服务。所谓监控对方的服务，就是啊，他会监控他的阿帕奇，他也会监控他的阿帕奇。如果他这一台第二台认为他的阿帕奇死掉的话，他就把阿帕奇的服务交给他啊，这个服务交到他 Git。这个待会我们再继续讲解。